今日读圣经，诗篇第二十四篇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众城门哪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哪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留言分享，你的经文亮光。持续专注神的话，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